在深处一张小房桌，好怀念那个时候。然后那个时候的小区的那种社区里面永远都飘着厨房里面，然后妈妈也好，奶奶也好，然后在烹饪的食物的饭香味儿是弥漫在整个小区的。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。母亲对我印象难，我老二对我印象难。像我老二对我其实也从来好像也从在我从小到大的印象里面，我觉得我老二好像也没对我说过很外话的话，这想你啊爱你啊，都是我妈说的。但是我老二，你永远都感觉到我老二他是用实际行动来关心我。真好看啊，可是你也在敲打我的窗棂，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，其实我过得还可以。月儿明，来，我们一起拍一个虎年焚香符吧。你又可这是说的快乐的梦。